静静的小甘露，地上种上的心花成慈悲心，化成了感恩的心，静静的小甘露，化成清净的甘露心，化成了感恩的心。各位菩萨，我们继续讲佛为首家长者说业报差别经，下面是第八讲。上一讲我们讲到，富有实业能令众生得地狱业，一者身行重恶业，二者口行重恶业，三者意行重恶业，四者起于断见，五者起于常见。下面我们接着讲，六者起无因见，什么叫无因见？我们学习经文的时候，碰到一些难点，不能随便放过，千万要把它弄清楚，因为你感觉到有一些内容啊是很难懂的，是你用了很大功夫也弄不清楚的，说明啊这个问题你往昔也不见得已经弄得很清楚。如果弄得很清楚，这一世就是轻车熟路，就像我们这一世遇到一些法门，我们一修很快就上手，说明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方面大家以前很熟悉。因为过去啊经常的修，经常的修，已经很熟悉，所以这事一遇到很容易。大家看六道轮回的业，我们用不用努力学习呢？人人都会啊，很熟悉啊，大家对六道轮回太熟悉了，不由自主的说话起心动念办事，都是在轮回里边，都是轮回业。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很多人呢不服气啊。这个不要害怕，害怕也没有用，而是你要努力去修正，你要知道怎么转变。佛经里边说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事实上我们学佛法的人也不是很多，事实得人生的本来就很少，而佛经里边说一时人生万劫不复，因为太难得人生了，失去了以后再回到人生特别难。因为世间的人不学佛法，就在六道轮回当中，而上天和做人那么难，那么最容易的是哪里呢？最容易的当然就是去三恶道，吃不了五戒就下三恶道，多么简单的事情啊。那我们看看有多少人能够持五戒，这不就得了吗？除了断见常见，另外一个如果起无因见也会堕地狱。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叫无因见。无因见就是说啊，凡事产生一定有主因有次因，主因叫做因，次因叫做缘。其实因和缘都是事物产生的条件，如果把因和缘放在一起说，因就指的是主要条件，缘就指的次要条件。如果单独用一个因来表示的话，所有的因和缘
所有的主要条件、次要条件就都叫因。如果用一个缘来说，啊，说事物是缘起的，啊，缘生缘灭。如果包含所有的因和缘，那么因和缘就都在这个缘里边。因为缘起的事物如果没有主因、主要条件，它也根本不会产生。所以说，事物缘起，这个缘起里边就应该包括因，啊，不可能光是缘。大家想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呢？但是我们要细说的时候，当然一定有主因、有次因，有因有缘。那我们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地方比较难懂，所以我们多说几句，让大家能够了解。我平常啊，喜欢举个例子，先举一个十八界里边的第一个啊眼根，第二个色尘，第三个呢是眼识。根触尘生识，我们平时啊看东西，能看的是眼睛，看到的是眼识。你看英语里边啊，这个 look at， 这个看啊，这眼睛可以看呢、啊、see 看到了啊，这是眼识了。只有眼识知道看到的是什么颜色，眼根它只能看，不知道看到的是什么，因为眼根没有知觉。那么眼识要产生需要九个条件，叫眼识九缘。第一个完好的眼根，第二个所看到的对象，第三个眼和物质之间的距离，第四个光明，简称叫做根、尘、空、明。第五个作意，就是要起心动念，要去看，想去知道，否则的话就会熟视无睹，视而不见。这种生活当中例子太多。后面还有四个条件，那就是眼识要升起的具有一第六识。既然有第六识，就有意识的根第七识。第七识要能够运作，就一定要有第七识的根第八识。那眼识要升起，一定有眼识的种子，那么就六七八种，又是四个条件，缺一不可。这是我们简单举眼识产生的因缘。那么万事万物得以产生，它有个总的因，有一个根本因。那我们这里需要仔细的分辨，这个根本因它应该是不生不灭的，永远长存的，否则它要是断了以后，别的事物怎么会产生呢？那么最初产生的那个事物，它从哪里产生？我们看眼识九缘，眼根原来没有，最初受精卵没有眼根，长到几个月以后，慢慢的会长出眼睛，先长出脑袋啊，这个受精卵呢会膨胀发展分裂啊，有五个鼓出五个小包包来，其中一个包包呢就变成脑袋，这个脑袋上面呢再会发展出眼根啊，就是这样的。其他四个包包呢是四肢，它需要一个过程。在这个完成之前，没有完好的眼根，你仅仅有了个雏形，它不可能具备眼的功能。所以胎儿它是有眼识的，它能够透过妈妈的这个腹部呢，能够啊感受到一些光明，
啊，这个是有感觉的。另外，胎儿以后呢，啊，胎儿比较长得大一点，他可以感受这个冷热呀，啊，妈妈合进去热的东西，啊，他感觉到热，妈妈要吃根冰棍儿，他感觉到凉，他有感觉了，啊，所以的话，胎儿在四五个月以后，慢慢的就会有前六十，但是在这个之前呢，没有。所以说啊，这个眼根它本身呢，是一个缘起缘灭的法，它原来没有，是生出来的。大家知道色尘都是生生灭灭的，这个也没有问题，啊。那么我们找诸多的条件当中，比如说眼识九缘，你找来找去，哪一个是不生不灭的？我们找到第七识，啊，意识的根，一根第七识，第七识也是可以被消灭的。比如说，小乘的定性阿罗汉入无余涅槃的时候，他入了无余涅槃，第七识肯定断掉了，所以第七识可以灭。除了这一种情况以外，第七识不间断。生生世世，他和第八识在一起，他不间断。由于他两个配合，能够再升起前六识。既然第七识是可断的，说明他也是可生的。那第七识怎么升起呢？啊，如果这个阿罗汉，他在入无余涅槃之前，曾经产生了对大乘法的一念欢喜心，这一念欢喜心就给他八十田中种下了大乘的金刚种子。所以虽然在无余涅槃中经过百千万劫，有朝一日这个大乘的法种成熟，这个心就会有最初的动，这一动呢，就产生第七识。第七识产生以后，就会出生中阴身。中阴身出生以后，又会有前六识。那么这个中阴身就去再找父母，然后投胎。这个阿罗汉就又会出现于世，但是由于这个时候大乘的法种已经成熟，那么他出生以后就会啊。遇到佛法，他就会修大乘佛法，啊，因为大乘的法种已经成熟了，而且由于这个阿罗汉已经过去已经断除了分段生死的烦恼，因此他修学很快。如果碰到了教他的老师，能够很快的成熟大乘的善根。在解脱道上，他很快就能够证入八地。当然，大乘佛法的修学，由于原来没怎么学过，现在只是根成熟了，需要学的过程，那还需要按部就班的学习，肯定比一般人学得快，因为没有粗重的烦恼，分段生死的烦恼没有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看这样的事情呢，也知道这个第七识也是可以有生有灭的。那么我们再看第八识有没有，第八识没有。第八识修习大乘佛法，因为不入无余涅槃，所以大乘佛法里边讲啊，第七识和第八识它总在一起，第八识不可能被消灭，任凭什么力量也消灭不了，所以它是那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多里边所说的金刚心，具有金刚的特性，任何外物都不能摧毁，任何力量都不能破坏，所以它是一个永恒的心。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是种子，种子
是可以有生有灭的。种子在一般情况下，对一般人来说，本来就是刹那生灭的，啊，只不过呢，它生灭特别快，它是相续的。如果没有因缘，不变成现行，种子这一刹那和下一刹那是同一个种子，它没有变化。所以纵情百千千劫呢，所作业不亡。你过去造下的那个业，在80心田当中，它一直存在，它不变成现行就不能把它消灭，但是它可以变化的，它可以变成现行，变成现行以后就可以通过修行转化它，转化这个种子。成佛就是把所有的染污种子全部变成清净的。那我们看这些缘呢，啊，找来找去有一个不生不灭的，好了，这个不生不灭的、永恒存在的，就是一个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叫什么？那它就叫因呢。所以我们说到缘起法的时候，要知道它不光是缘，还有一个因。这个因非常重要，就必须要了解。因为所有事物产生都需要种子变成现行才能够出现于世，而所有的种子在这个真心里边，在这个第八识里边含藏，因此这个第八识也叫含藏识，也叫持种识，这是一个根本。那我们说产生万事万物有种种的条件，如果把它抛开不讲的话，那就叫无因论。如果持这种之见，就叫无因见。那我们讲到因果的时候，如果不知道这一个，我们单纯的就说啊，造了恶业，得恶果，这个也没有错啊，造恶业一定得恶果。但是为什么？当你要问为什么的时候，就要说这个因呢？因为恶业的种子在这个不生不灭的心里边藏着，啊，所以才会纵经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。要有这个主要的因，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缘产生，缘具足了以后，种子才去现行。所有的缘也是从这个最根本因里边产生出来的，如果没有这个根本因，其他的缘也不会产生，其他的缘缺少任何一个，这件事物不会有种子变成现行。大家仔细思维，不要马上做结论，看看这样说有没有道理。很多大乘经典都讲这个，不是不讲这个。我们说事物是缘起的啊，因缘所说啊，因缘所成法。那我们说所有的法，一切的法都是因缘和合所生，因缘不和合的时候就灭。大家仔细考虑这一切法里边，它包括不包括这个主因这个法？一切法由它产生，它不在这个一切法里面。我们平常说的缘起法，五蕴啊、五蕴十八界都不包括这个法。所以无余涅槃的时候，把五蕴十八界全部消灭干净了。如果五蕴十八界里边包括这个法，把这个根本法也消灭的话，那么以后拿什么来再产生法呢？那就不可能了。所以任何事物都可以消灭，这个唯独这个消灭不了。如果不知道说这个没有能产生其他事物，那这个就叫无因见了。
第七，起无作见。这个根本因，它能够产生万事万物，它有出生万事万物的这种功能，所以一定是有功能有作用的。有功能有作用就叫有作。如果说万法皆空，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，那就叫无作见。如果没有功能没有作用，怎么会产生诸佛世界？怎么会产生六道轮回？第八，起于无见。那么无见和断见到底有什么区别？断见是说现存的各种事物灭掉了以后再不会产生新的事物，这个当然是错的啊。第六识虽然可以断，但是呢当人死了以后有了中阴身，第六识又升起，中阴身投胎，中阴身的第六识告消灭，但是当胎儿长到四五个月以后，四肢啊五根长全了，就又会产生第六识和前五识。因为它生生灭灭，我们不能说它长存，但是我们不能说它没有，它还是有，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断了什么都没有了。如果有的人说一切法都是空都没有，我们平常人管这种人这种说法叫什么呢？叫睁着眼睛说瞎话，明明都是有，他都说没有。说没有是说，从本质上讲，这些全部都是梦幻泡影，过眼烟云，如梦如幻，啊，像《金刚经》所讲的，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可是你不能说连因果也没有，连产生了像如梦如幻的万事万物也不存在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呢？谁来修行呢？有妄想有执着，会有万事万物，但是也会有修行，就会有转凡成圣，有转识成智，每个众生就都能成佛。如果说什么都没有，那修行也不存在了，修行的人也不存在了，佛世界也不存在了，佛也不存在了，都没有了。所以说如果这样说的话也是非常错误的，持有这种之见不换的人的话，这个就会下地狱的呀。嗯，所以说慎莫啊乱说法。第九，起于边见。边见是什么呀？边见大分就是断见和常见，如果再分的话啊，其他错误的知见，凡是不能够行中道的都叫边见。如果我们把中道和两边对立起来，结果这个中道呢啊，这样去理解的中道，结果也落在两边里了，啊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下一讲再讲。啊，这一讲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